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在狗年开工开学的第一天，先祝大家狗年能够充实进步了哈。OK， 回到台湾2018年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就是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县市首长选举中最重要又是首都市长的选举。大家都知道，首都市长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他的资源多，他的地位高，更重要的是他未来的政治道路的想象空间就是比别的县市长来的多很多。我们邀请四位来宾跟我们聊一聊这场非常有想象空间的选战。第一位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小平同志。主持人好，大家好。国民党副秘书长徐嘉青。大家好，但是我是民进党副秘书长。哎，对，对不起，感冒当中，民进党副秘书长徐嘉青。OK， 你好，看到那个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孟凯。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还要特别介绍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写的政治评论文章掷地有声，我也常常引用，也常常会把它看得非常的仔细。OK， 四位来宾，非常欢迎你们，先进一段相关新闻的 VCR。让台北人以住在这里为荣，让台湾人以台北为傲。我是孙大千，我在台北长大，我将投入2018国民党台北市长党内初选。We need a pure Taipei， 让台北品牌越纯越亮。好，回到现场哦。长期关心我们节目的人都会看我常用这张手板，民主政治就是期望值增加的革命哦 ，The Revolution of Raising Expectation 哦。台北市民的期望值的确越来越高，到底这几位候选人能不能够跟得上台北市民的期望值？我们先看一下目前表态要参选首都市长的国民党这边的相关的一些人士哦。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是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前立委丁守中丁老师，我们过去也专访过他。前立委孙大千哦，刚才在 VCR 里面看到他的一个新的选举的形象广告。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在早上10点也召开了所谓他参选的记者会。那目前有一些外传可能参选人，包括前台北县长周锡玮，日前有个报道说有一些台北市议会的过去他的一些同僚友好等等，也希望说他就不要选新北，干脆来选台北市好了。OK。那包括前台北市副市长邱文祥邱医师哦，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泌尿科医师啊哈，在医界我甚至认为他的口碑可能比柯文哲科医师来得更好了哈，有不同意见随时可以反驳我。第三位是台大政治系的网红李习坤李教授。那民进党部分目前确定表态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有人说他年纪大，但副总统说我是祖母绿，是上一个世代留给这个世代非常重要的政治资产。立委姚文智我们也访问过他。那另外有几位被点名的，包括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金管会的主委顾立雄、文化部部长郑丽君、前台南县长苏焕智。我年前跟他通电话，他说他还是怀抱着想参选的，但是他还在做更后续的一些评估。来，小平议员是，说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看板一举出来，大家立刻就造成很明显的传播效应，说万安不来，小平来。OK， 为什么叫万安不来，你才要来？要来就自己来，为什么要等万安不来，你才要来呢？这蒋万安呢、啊，当然背负着我不会演讲，党中央都很希望他选啊。是。那他不讲，那可是党中央从市党部到中央党部啊，都有从媒体的操作，那各个反正从各种形式啊，就是形塑还要他不要丁守中，这形式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开大门走大路，也不必替党掩饰太多了哈。那为什么说万安不来小平来呢？因为前面我们在思考要不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那蒋万被拱，那蒋万既然他不选的话，而且我认为其实我爸爸服务过他的曾祖父，是怎么说？就蒋介石先生，是他在蒋委员长抗战后期的时候，我爸爸是他的侍卫，我们浙江人嘛，这侍卫都找浙江人，所以也是有一些渊源啊，服务过蒋家了。那个时候，那抗战的时候，
我认为我选比蒋万更好。嗯，第一个我市政更熟，是。第二个我是老兵二代，平民二代可能更有。你的阶级打不动吧？阶级正确的这个部分，阶级正确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讲说，提名蒋万安就好打多了，立刻打成连胜文二号。也有人讲更民进党更狠的讲法嘛，就是提名都希望有一种说法了，说提蒋万安好，因为是二十二县市，民进党的二十二个候选人跟二十二个蒋介石在打。OK， 也有这种说法，就是意识形态啦，这种操作。所以回到台北市，还是回到一个刚刚主持人讲的期待值高。回到军父的路线，我的参选代表就是国民党的老兵二代都有机会出头。平民二代第一个概念叫阶级，第二个呢，我们市政真的熟，而且我们是有土狗的守护精神，基层很努力。土狗的守护精神也有贵宾狗的政治的学问。OK，、啊、所以这个加起来是厉害的哈。是这种混种狗的话是百毒不侵，可以把台北市的搞好。我随便举个例子就好了，是细的我都不要谈了。台北市是应该出来跟中央抗暴的，不分蓝绿。是为什么？台北市一年缴给中央的税6800亿，台北市的自有财源700亿，然后我们还要靠中央嗷嗷待哺的400亿的统筹分配款，才勉强加一些规费，勉强凑足1600亿的预算才编得出来。我们多拿一点，那比人家县市多几十亿，然后我们贡献了六七千亿就被人家靠腰。然后你们刘兆豪说，陈菊说，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我认为族群、世代、阶级。地域是该融合的，我们是个生命共同体， 是超越蓝绿的概念，这叫中华民国派，啊、哦，那我认为大家应该好好的相处，也善待台北市啦。这是 OK， 小平，您过去有一句话，我常也偶尔会引用啊，你说哈，2018年的大选哈，说钟小平的评论是说，国民党需要变种的国民党，不是纯种的国民党，你够变种吗？你跟传统国民党，你变种在什么地方？我够变种。为什么你会变种？你敢变种？你变成什么样？不同于国民党传统的新种？是，我是怎么样的新种啊？这个我们跌到政权，我们成也马英九，败也马英九，对吧？2008，他把国民党这话你不要对我讲，孟凯同意吗？成也马英九，败也马英九，就赢一次就要2008。OK， 的确是。那我觉得马英九跟任何国民党啊，是有被探讨的雅量。历史给国民党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是。我们国民党的政权是不是因为年轻人而终结？投柯文哲，投蔡英文，对吧？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国民党是这个政党的诞生，是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没错，别人牺牲生命创立的国民党中华民国，现在又不要你而丢掉政权，你会觉得很诡异，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国民党只要把年轻人放在心中，然后把年轻人呢、啊、作为国家的骨干，然后去除贵族的孩子，培养平民的孩子，然后年轻人啊，那让整个国家是有生产力，是有竞争力的。然后重点是年轻人现在恨什么？我举个例子，台北市这30年来，财富增加了300多%。我讲 GDP 有，应该有，有嘛？有，每年都以前都用复利的一直上去十几%，绝对有的啦。那可是，我们财富年轻人薪水增加了三倍吗？中小企业获利我看降了10倍都有嘛？甚至还逆向淘汰，年轻人住不起首都台北，台北赶到芦竹，赶到基隆，赶到桃园去了。那就是财富很多是。那可是既患寡又患不均，全部在土地财团手上嘛。是。那国民党太多的案子是跟土地财团太近，所以年轻人就不要你。所以我当选市长以后，我一定会对土地财团动手。那回到我们的平均地权三民主义的精神，我们把三民主义蒋经国路线赋予时代的新意义，赋予民国107年的新意义，我一定会对徐旭东。对林荣显等财团动手， okay， 我当选市长了，这就是变种，这就是变种。我要回到党没有党是走偏走差的路，党回到三民主义必胜。什么三民主义几个成功的例子吧？自由、平等、博爱。是第一个，层层的平均地权嘛，375减租跟着有其田，然后十大建设嘛。可现在国民党走资本主义嘛。年轻人就不要你嘛， okay。 大家非常清楚，20岁到39岁才是重中之重的世代，是，他在意识形态，他变成天然毒，他在生活、生命上、内政上，那他变成你跟财团走那么近，我为什么要你？所以一定把他们，我们以中小企业的获利、中产阶级的加薪、年轻人的托育免费、年轻人的这个住着有其屋，让他们敢结婚、敢生孩子，国民党就并购了这选举。嘉青，看一看这位老朋友，过去在市议会跟你的同僚。要出来抵抗国民党的党中央的暴政，暴政是我讲的，听他别人讲，很像是暴政。孟凯，等一下要补充一下，可能性
高吗？不好意思，我常过去批评国民党是一个家父长式列宁式的政党，就是大哥说了算，那上层那些这爷爷们说了算了哈。哎，你的挑战说得很痛快，但是我也怕你很快就牺牲哦，还没进市长宝座，先进国民党的忠烈祠，那就不好。OK， 嘉欣看好吗？第一个我不知道小平有没有跟吴敦义主席报告过哦，那吴敦义主席是怎么样回应小平？好、哦，这位要参选这个市长的人选啦、啊，哈、哦。那就我所知，好像在年前有进行这个党内的这个征询登记的，是，好像就我了解是丁守中跟郑丽文。郑丽文，后来郑丽文因为妈妈的关系身体关系，后来就退选了。那我的意思就不能理解，有小平为什么没有去登记？哦，这个小平，小平同志呢？跟我在议会同事也那么久了哈，他说要选市长，因为以前我们在市议会呢，老是有一种战略啦哦，当然就是说一石多鸟哈，既是宣布选市长，又可以选议员，以后又可以选立委哈，这样的逻辑呢，是好像在国民党用了很多次哦，那这样的一种逻辑用久了，是不是同样有效？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这次你没有，那你没有搞清楚状况。重点在于，这次通常会通过，如果小平呢有认真的去登记， okay， 跟以前不一样，好歹要跟丁守中一样，至少先登记嘛。哈，我老实讲，丁守中我称赞过他，我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但我认为他的命运非常的坎坷，常常被插队。他对他从1998年被血统纯正的马英九插队两次，是再来2006年又被郝龙斌插队了两次，再来又碰到了连胜文，这个总算命运轮到他了。但他登记了以后呢，一路被国民党的朋友唱衰，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上从这个党主席下至所有的党员同志，包括小平在内哦，大家对他呢指指点点，难怪王鸿薇后来也生气了，跳出来骂说，万一丁守中真是后来最后的代表市长人选，那不就被柯文哲笑掉大牙吗？自己就先骂。老实说哈，我觉得那是国民党家务事的，我是没有什么好评论哈。但我觉得说，既然国民党这一次想要认真的去透过初选的方式产生一个正式的候选人，那就要玩真的哦。民进党我们有民进党的机制，而且民进党的这个初选规则一向是非常清楚、公开、透明、大开大合。如果任何人对于这个初选的机制有问题的话，民进党哈31岁。我们党章党纲改了22次 ，OK， 为什么会改这么多次？是因为我们每一次经历过，可能有错误或者可能有失败，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淬炼出来说，那我们必须要做修正，是一次又一次的修正。那我也很开心看到国民党终于愿意开始走向一个现代化的政党格局哦，至少这一次有开始学民进党说，哎呀，这个非正二代的啦，哈、哦，这个新人参选是不是要加成加权这样的概念，这是对的。否则的话，在国民党内年轻人如何出头天啊？好不容易这一次哦出来说要参选的哦，不再只有这种党国大佬之后了，是哦，开始有一些非党国大佬的哦。蒋万安选择说不参加，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最终的定案，因为又有一说说好像吴马在这个过年期间纷纷又去劝进万安呐、啊，哈、哦，这个讯息也一直在盛嚣尘上的过程当中，所以到目前为止，当然这几天说孙大千呐、啊，说这个张显耀，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哈、哦，为什么大家都在台北市呢？难道选过几次立委在高雄的张显耀不挑战高雄市长吗？ Okay。 难道桃园没有战将吗？孙大千是一个可以有未来性的人，他为什么要离开桃园，用逃离？逃离？对，他应该挑战郑文灿啊，这不是很合情合理吗？据说吴家吴伯雄一路以降，大家都支持孙大千，也出来参选啊。是，甚至还传说吴伯雄也愿意赞助他参选啊。可是没想到过了年，居然孙大千说要到台北。台北向来是国民党认为是舒适圈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温层比较多。是，那如果继续在往这个方向走，我实在不晓得小平说的要变种的国民党是怎么样产生。如果要产生变种的国民党，必须要离开原来的舒适圈，去到一个完全新的环境，就像民进党在沙漠里面要开出花朵，要成长变成绿洲的概念，那才会慢慢成长。过去民进党从20几年前是一个都会型的政党，当时只有在台北跟新北有发展，结果今天我们在台南高雄一路，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路径是怎么产生的？那其实我就作为一个台湾民主发展的参与者来说，我最期待的是说，国民党真的要开出一条不一样的路，然后蜕变成一个真正具有战斗力的现代化政党。那这一辈的我很乐见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位，然后都是比较年轻一辈的，但是你们有能力，要真的有能力去挑战之前的游戏规则，包括现在的党主席吴敦义。到目前为止，好像这个游戏规则还是非常不明确啊。一个市长的产生，如果游戏规则不明确，那你怎么样在初选完以后能够真的团结一致呢？孟凯，游戏规则还不明确吗？第二，为什么都在相对舒适圈里面发展呢？比如显耀为什么不回去他经营过的高雄哦等等哦，比如说孙大千回去桃园，为什么呢？是，我想大过你啦，本来想说不要这个政党不要互相，但是嘉欣姐刚刚讲的确实有一些一定是谬误的地方，我一定要先予以更正。请第一，游戏规则非常明确。2018年11月24号的22县市的县市长选举以及议员选举，国民党自始至终讲得非常清楚，我们22县市一定会推自己人，而且我们就是要用协调方式，都是公，没有任何的特定人选，没有任何的预设立场，都是爱推出一个会赢的人，因为唯有先拿回这个执政的县市，我们才有可能继续来挑战，比如说2020年的补选，所以游戏规则非常明显、非常明确。那现在的结构，如果说没有办法协调的话，我们就是采取全民调的方式。Okay. 哦，这22个县市没有一个县市是例外。哦，即使是说我们相对来讲，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是说啊，基隆比较相对是蓝大于绿，或者是说啊，台中现在这个是55%，我们也都是用全民调的方式，到最后也都产出这个候选人。是，反观啦，我必须要先说，我们现在的执政党还有所谓的叫做艰困选区是党主席说了算，你知道吗？有一些选区是打破头，6个、7个、8个互相头破血流，比如说高雄、台南在打破头；有些选区，比如说像台北、新北、高雄、台北市，是不是民进党真正也推出人选，阿公唔知呀？哦，我想这个大过年啦，我说先拿两个政党来比较，至少国民党在这一次，如果说有所谓以前有可能有所谓啊大佬文化、老大文化这种无要紧，但是今嘛。国民党已经真的在野了，既然是在野，我们就是跟民众贴近，我们就是倾听民意，我们就是好好的找回民心。那这一次就是用全民调方式，所以说即使今天我这类小平议员一出来，他很好几，你们初选什么时候开始登记，什么时候结束，就3月4月啊，这本来就是这个就是协调，我们候选人出来就是协调，哎。曾姐，那这样我就很想问你说，你们什么时候才要推出台北市长人选？欸、好了，没关系，我最后讲，我们正式有初选的区域都是有正式的登记时间、台北新北嘛，民调时间。曾姐，台北新北你们没有嘛？因为我们是军棍选区，对，没有错嘛。所以说你们有军棍选区，但是国民党没有分哦。国民党22县市一视同仁，不像民进党有好选的、不好选的。都是用协调，都是用黑箱作业。我最后来，曾姐，我刚我不敢。好了，最后我刚才勉励你说要开大开大合，大开大开透明。刚刚才勉励你的，公开透明啊！最后我讲，文嘉哥，我讲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一次台北市为什么说看到那么多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台北是一个首都，刚刚文嘉哥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讲，首都跟其他的所在不同款，因为首都都代表咱国家一个先进高的象征，一个政经地位、一个商业地位的一个象征，所以一定要有不同的格局跟不同的人选。那么多的候选人，国民党有现在有5组候选人，是有没有可能有第6组、第7组？我们不知道，但是每一个候选人都是为了自己想要为这个城市来承担。看到过去3年柯文哲把这个台北市做得那么不好，看到执政党没有办法管束柯文哲的情况下，所以说很多的民意想要代表国民党来拼这一战，我们予以肯定，但是最后到底是谁来代表国民党，我们就让全民调来决定，谁可以赢得民众的信赖，谁可以让民众觉得说代表国民党参选可以打赢柯P、打赢民进党，我们就支持他。所以说，这个没有任何预设立场的情况下，你今天即使你跟吴敦义比较好，你跟马英九比较好，你跟谁谁谁比较好，拢无路用。你跟民众比较好比较重要。所以说，只要全民调过关之后，我们就统一支持、统一口径。我们常常在讲是说过去。以现在国民党啦，团结都不一定赢啦，更何况是分裂，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分裂的本钱。我想这个也是现在参与初选的所有的县市长的人选都一致认同的，就是说我相信小平议员，即使他参与了公平、公正、公开的这个民调，到最后如果说最终出现不是他，我相信他也一定会站在我们党的立场，全力力挺这个出现的人。Okay. 那到最后，我们共同目标，因为初选只是过程，它绝对不是结束。
真正的结束，真正的这个最终战是11月24号那一天，我们国民党要打败民进党，要打败这个现任的的这个执政者，我觉得这个才是民众之福。对，因为国民党的支持可能这一次哦，对于分裂者哦，可能我想会采取相对，我个人观察可能比较严格的一些反制啊，像江启臣他今天在立法院开议，也在接受记者访问，也说他会全心全力的辅选这个卢秀燕委员哈。伟汉，我们观察的国民党啊，这家大业大哈，这种列宁式政党哈，几年的改变，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很多地方总是让觉得说不够，进步的幅度不够了哈。凯恩斯这个影响20世纪的非常伟大一位经济学家，他常讲，比起思考新的方法，脱离旧想法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了哈。您的观察哈？这次民党中央执政相对比较弱势，所以让很多地方的选举都承受到一股来自中央给的不能不背的一个压力了哈。那你看国民党相对应该也卡喝算几寡了哈，但是这个旧包袱真的丢得掉吗？如果旧包袱继续背，好不容易得到一点所谓因为中央执政，民党中央执政不好而得到了立柱，会不会又因为自己的旧包袱又通通抵消掉？另外也在追问您一个问题哈。这次很多比较就是说比较直接的评论啊，说参选大爆炸，以国民党来讲，根本人家讲出一句话说入局的不可能，搅局倒是很有办法，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就是来搅局的，甚至只是说像刚才嘉青的评论说，我想先来沾个光，曝个光，为未来的另外一次的选举做好先前的准备。您的观察？很久没有跟这个嘉青姐同台了，我刚刚到旁边听哦，她真的是口才越来越好，几句话就把国民党现在困境点出来了。我觉得国民党可能要赶快想个方法，怎么去面对像这个嘉青姐这样如此犀利的政治上的攻防。不过他讲的很有道理，我觉得民众也会去想，为什么台北市小平哥认识很多年，他就台北市议员，是选台北市长或者说你要参选，想要参选都是理所当然。那为什么显耀跟大千，一个是高雄，一个是桃园，为什么扑噜扑噜也跑到台北市来？我觉得这就是国民党可能会去面对选民会问你的问题。那桃园现在有没有人？有没有强棒？高雄有没有？为什么这两个人不去哦？所以嘉青姐她就问到了一个让国民党可能现在必须要去立刻想要怎么回答的问题。可是刚刚文嘉哥也提到的，就是你要跳脱传统的思维。我觉得吴敦义现在在做的正是这件事情，大家在怪他，你都没有介入，没有协调，全部都放全民调，而且全民调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富贵险中求啦。他有可能富贵，可是很险，你必须要在险中求。全民调可能会有的问题，排蓝排绿的问题，你在过程当中你没有党员的意见，你会直接面对的就是可能非你支持者的一些选举操作。Okay, 我可能在选举当中我去操作，让一个我可能觉得将来真正在选举过程中直接投票投给我，对你、okay、你全权到肉的时候的那个比较差的对手，我现在初选的时候全民调先支持他，那这样的话就国民党就没有办法出强棒啊。是，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现在为什么台北市国民党参选会如此爆炸？或许后面还会有郑丽文，好，那你看像小平哥、孙大千、张行耀，我们其实跟观众朋友很简单的讲白了，就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觉得民进党会参选，柯文哲危险。Okay. 第二个就是台北市本来是国民党最大铁板一块嘛，但是这两个问题会有一个大家要去尤其讲的，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能嘉青姐现在也没有办法回答了。刚刚有很多问题，国民党嘉青姐问的没办法回答，就是民进党真的100%会在台北市推出市长候选人吗？一定100%吗？蔡主席最后的决定就是要跟柯P PK 吗？我们知道基层很多深绿的或者是比较倾向支持民进党的支持者在台北市已经有很多，如果你不提的话我就不选，是话都已经讲了弄呛瞎了。可是民进党真的会在台北市提吗？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我的态度，我的观察非常保留，我甚至几乎我是比较偏向于我觉得台北市民进党不会推人选，会跟柯P继续合作。那个合作有很多种模式，就是你选你的，我们在旁边观察监督你，可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不会希望推出一个民进党的候选人。因为现在不管是民调或是自己内部评估的实力，我不知道现在的看法跟我一不一样，民进党眼前并没有一个可以胜出的候选人。 OK， 他可能没有办法成事，但是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他可以把柯文哲拉下来，让国民党的任何候选人来当选。但是你把柯文哲拉下来之后，你要面对的就是白色力量的支持者，他会循阿扁模式去劝进。柯文哲也有幕僚嘛，他幕僚失业了也要找工作啊。很短的12个月以后，在2018年的12月25号，万一柯文哲要是落选的话，那他接下来只剩12个月又多一点，就要参选2020的总统了。这短的时间，他去全台湾 long stay home stay。非常好，跑一圈正好就要选了，是他一定会被拱出来选
总统2020的。那这个时候小英就要面对多一组的候选人，这对他来讲会是个变数，是还不知道说后续怎么样。所以这就是小英的难题，也是民进党的难题。你在打台北市，为什么那么多提一口口了那么多张显耀是大圈的时候，你自己你也有吕秀莲，你也有这个姚文智，你能不能保证给民进党的选民保证，我们一定推人选？对，像敏凤也常常在讲说，这个这么大的全面执政的一个执政党，在首都派不出自己的候选人，他觉得有失党格。这敏凤也过去公开常讲，不要忘记1998年哦，陈前总统、陈前市长落选的那一天的谢票晚会，我也到现场去，在敦化南路。他一上台的全台下的第一句话就是酸中痛酸中痛酸中痛，整整喊了将近10分钟没有停歇。我在旁边看的时候，这中痛应该温算的，一条尾条让你怎样。好，我们先进一段 VCR。OK， 回到现场，这个过年期间，这个柯市长的行程也满满的了哈。回来稍微了解一下民进党目前在首都市长这个选举上面的提名的状况哈。民进党黑马郑丽君牛棚热身，哎，这等一下问一下这个嘉青了哈。那除了已经表态的吕富跟姚文智之外啊，其他有几位，包括徐国勇啊、顾立雄等等，都有被点名了哈。先从徐国勇谈起，我先夸一下嘉青，哎，您阿姐啊。阿进讲袂使去选新店，阿选台北会使。阿进是无其他去选举啦。那就是非常明确的。但是问题不是，你冇问题是讲新店袂使，台北我给你出。他这个基本上他阿进的立场是很清楚，就是不要就不要选举了哈。那不要选举，当然就是很清楚的一个讯息，不管是选哪里啦。那民进党，我回到头来讲哈，我们本来就知道台北市就是艰困选区，一直以来也是艰困选区。唯一一次民进党在台北市的执政是拜国民党分裂之势。是哦，那在那样的1994年的时空，到今天为止，国民党又陆续执政了16年。那这16年当中，老实讲，上一次2014年的5月，本党当时有5个候选人在那里做民调在 PK 的时候，当时我们也都还没有确定哪一个人是赢得了国民党的候选人连胜文啊。所以那个时间，我们都还不急，还在五月在民调，然后最后是这个姚文智胜出了。是。那姚文智胜出以后，又愿意再跟柯文哲再比一次民调，那最后就是这个根据这个结果论嘛，哦，结果论那就是愿赌服输，结果就让给了柯P。那柯P也在6月才正式哦宣布参选，所以这一路的时间点，我一直都在强调说。春暖花开，春暖花开的时间点才是一个好的提名的时间点，因为你太早太冷，脑袋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清醒过来 okay, 哦，局势可能看得还不够透彻，所以本党一向是用非常理性而且冷静的态度在面对每一局每一局的选举。那从上一次是这样子，在更上一次2010年更是这样子哦。2010年台北市的苏贞昌，是新北市的。
蔡英文都也是六月才决定去参选台中市的苏嘉全，哦，一路这样子下来，对本党来说，都会型六都的选举自有一套运作的逻辑。那这样运作的逻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提供市民最好的选择。在相较之下，这个人买东西哈，总是会有这个人性的一面嘛，他一定会看说，哎，现在我有几种选择了，这几种选择里面哪一样是相对对我最好的？ Okay. 所以以这个逻辑来说，民进党正由于了解人民的这种心态，是，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过于仓促的状态之下。急于去做一样决定，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台面上已经有这么多人，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些人的知名度绝对都足够了。不管他们有没有在牛棚热身，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最后这个局面到了五月、六月，柯文哲是不是还是依然的可以做好他市长该做的本分，是没有犯任何的错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跟民进党产生什么样的质变的关系？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点嘛。Okay. 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就随便放出风声，然后随便就去对外说我们要怎么样，其实反而是对不起我们的支持者跟选民。那第二个我必须要补充，就是说民进党的支持者非常可爱的一点，我记得上一次2014年。我们当时要礼让最后给柯文哲去参选的时候，我们也是花了一番功夫跟我们的选民做了非常多的沟通。那我们的支持者在最后也绝大多数支持了我们的决定，所以在最后柯文哲可以狂胜连胜文，当然有一大部分原因是连胜文帮忙了柯文哲啦，哈，这毋庸置疑啦。但重点在于说，我们的支持者在最后也接纳了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策略性的决定，那这个都是有一定的说服跟客观情势的逻辑在的。所以我觉得时间还没有到，也还不用急于说现在啊，我这个支持者心态上是怎么样，我就马上要做这样子的决定，这反而是。太快急于出手会做错误的。OK， 所以嘉青说了这一段话，重要说，民进党还在叫战略沉着的阶段，还在沉着哈。回到小平同志了哈。OK， 这个您先回应一下国民党啊，最近就因为很多人包括就总不是选高雄啊，但你是老台北的哈。对，这不应该放你身上。那这个观念您同意吗？哦，文杰兄也是你过去的老同僚，他说一堆立委落选的人要来选台北市长。制造一下身价，下次又回去选立委了。好，哦，他当然他针对性是针对孙大千的，是有制造未来选举行情的思考吗？是，我觉得应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啊，哦。这个守土有责啦，不管守桃园或守高雄啦。是，但他们选我们现在是对手嘛，我不好批评他。可是我就自己的理念的话，当然是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哪里丢掉哪里把失土找回来，这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啊，刚嘉青是一个非常优秀而且讲话讲得很好的发言人。他讲的，可是我一直听哦，我都没有办法认同他，因为他是完，我完全认同我本来就应该的，因为我不是认同就回来，我认同你这个人，认同人，可是我不认同他对于推不推人台北市的解释， okay, 对，就一个政党要党革要思想领导嘛，台北你只为了说国民党不让国民党的得利三主，而可以这样百般容忍柯文哲。而且在那个蔡英文心里百转千回啊，千丝万缕的复杂心情，又怕推人把柯文哲干掉啊，把柯文哲会干掉，然后让国民党赢，是这他失分嘛，对他连任不好嘛，党主席搞不好要负战败责任。对，那可是呢，又怕让他去选总统，我更倒霉，很复杂，你知道蔡英文现在心境，我觉得复杂不重要，不要有政党的算计，像我就讲。我就信奉蒋经国路线，这是我们的党纲，不管对或错。那你们的党纲是赞成你们两岸一家亲吗？让他跟习近平这样眉来眼去吗？赞成柯文哲这样一秒钟就要干掉就不让了，输头可断血可流，党格要维护嘛。如果嘉青这样讲，我就会一直频频点头如捣蒜。他刚刚讲了半天的理由，他讲的口才很好，好像骈体文没有内容，只有对仗。哎，我听起来是这样子。OK， 那刚刚我在回应嘉青讲的话，嘉青不了解我们国民党的党这次的规定。市议员、市长只能择一。可以。好，这第一件事。那也就是小平，您宣布投入市长选举，未来我绝对不会选市议员。如果我是个贪生怕死之辈，我市议员是唾手可得吧？我连任，然后在万华好好经营基层，大概没有人打得过我吧？选立委，可是我选择一个艰难的路，党要改造，城市快被柯文哲弄到灭绝了嘛？那民进党跟柯文哲还在算计要不要让国民党当选？
这个城市毁灭了嘛，我们对城市是有使命感的嘛，而且我聪慧，我市政熟，然后我有战力，我不是一个脸书就发表选市长。那、啊、你怎么没有去登记啊？没有登记还时辰还没到，你到咨询你又不了解国民党的，所以那黄旅来问过我，我说我跟他讲，吴敦义有派黄旅锦如台北市党部主问我， okay, 我说我 不选议员了，我要选市长，你跟主席报告嘛，对不对？好，不用事事劳烦主席嘛，这是市党部主委的，而且喂，我不是动口不动手，哎、欸，我骑脚还是这样艰难从台北骑到高雄，然后。干掉柯文哲，他骑了十九个小时又35分，我就要赢他，让国民党久直至人心乃大兴奋。Okay, 国民党输怕了嘛？是，我比你英俊，我比你好玩。抖肩舞跳得像中风，这应该抖肩舞不是这样跳，应该这样。我用的这个这叫抖肩舞嘛？ Okay, 这样多好看，他跳多难看呐、啊！我比你时髦，那裤子穿那么高，你这个是不是跟郝柏村学的、啊？裤子穿低腰一点，时髦嘛。okay. 然后最土的人却得到最多年轻人的青睐，这口气我是吞不下去。你吞不下去，可是这有 reason behind， 这有原因的哈、哦。孟凯刚才的小明兄说，这口气他吞不下去，说最土的人却得到最时髦年轻人支持。对 ，OK， 这背后我不知道，您在党部应该也参与相关的选举策略制定，你怎么看柯文哲这个现象哈、哦？同时的哈、哦，因为还是很多人批评说，包括已经表态向吕秀莲副总统，他也认为说，民进党应该要推出自己的人哈，柴契尔夫人哈，她过去带领这个保守党，哇，那个是千刀万剐，那个工人对他的抗争，那是多激烈啊！到了他死掉的出殡的那一天，还有工人拿个牌子举在那边说：“柴契尔，你的政治就是给恶魔拿得最多的政治。”还这样，出殡那一天哦，还拿着牌子在那边把他送入土里面啊、哦！你看这一个政治，一个政策，得罪多少人？才记得讲说，我不是一位共识的政治家，什么事都求共识。光派家台湾叫蛇鹰啊疼啦，你也欢喜，我也欢喜，啊你提高，我提死，啊我按了大家底下瞧。我是一个有信念的政治家，首都市长更是要有信念哦。没错哦，如果靠共识啊，你瞧解我瞧解，说在以现在台北市民的程度不太能接受、哦。孟凯回应这两个问题是。我就是说信念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也因此我们讲说柯文哲在2014年选前，他自己标榜说，虽然他标榜白色，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墨绿。可是2014当选到首都市长之后，怎么哎奇怪了，一下子又跑去对岸，一下子又说自己是什么这个一家亲等等的部分，其实他自己是一个错乱的角色的发言。那我们讲说柯文哲过去这3年，其实他的很多的言论跟评价已经让大家都知道他都不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啊、那另外我们也回到是说，为什么现在柯文哲有恃无恐？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因为现在他都看准了民进党到最后不推了，这一点我跟这个我们伟汉哥的共识是一致的，看准了，没有错，他就是看准你不推人，所以我有恃无恐。我刚刚公关，孟凯吃定民进党，吃定民进党，我怎么做我都是一样。当然，今天嘉靖也在这边，他这个也不是他的责任，因为我们都是发言人，我们知道发言人主要是要后面的老板要的意思啦。所以说呢，刚刚嘉靖姐也讲嘛，这个艰困选区到最后决定的都是党主席一个人的意志，党主席决定，嘉靖姐今天也不用接受这些炮火。可是呢，我必须讲是说，因为今天柯文哲吃定民进党，柯文哲吃定蔡英文，就认为是说我选到底，你不会派人出来跟我选。所以说，你即使现在讲得很好听，说要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但是如果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来讨论的话，那过去11个县市民进党已经先提名的这些县市长，难道是一个脑筋不清楚的决定吗？应该不是啦。连任的、啊，对，所以说我想说，对啊，对，所以我想说，这不用讨论啊。过去的这一些提名跟现在的提名，这也没有这一定。但是重点是说，现在一个党。一个政治，我觉得常常讲，就是我来这个节目，我也很喜欢听文嘉哥这边讲分析很多的这个时事。其实最重点在于是政治要有理念，政治要有信仰，政治要有价值。就是说，也许我输一次、输两次不一定，因为在这个政治发展的过程，国民党也曾经赢过，民进党也曾经赢过，大家都有可能赢，也都有可能输。但是自己的政党价值不应该输掉。那2018年到底民进党要不要？认为说柯文哲他现在所代表所讲的言论就是可以代表民进党，如果可以邀请柯文哲加入民进党嘛，或者说现在就公开讲说我们也不会再去思考了，就是我们会全力力挺柯文哲，那这样子没代志，但是也不用拖到说啊，拖到6月，拖到7月，看柯文哲还得选民调后不，民调管温来积极，民调给温来杀狼，哎，那这样子不就变成是菜市场买价了吗？ Okay. 今天
蔬菜50我买，蔬菜80我不买。我觉得政治不应该是这样子啊。那最后，我身为一个在野党，其实国民党我们就一直讲是说，我们22县市真的就是负责任，我们希望。我们也不会演讲，我们就是希望2018我们赢越多越好，2020我们重返执政，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因为 Gennady 大年初六开工嘛，所以我们今天上午新春团拜的时候，我们也就互相讲这个愿望。那当然，愿望到底是梦想还是理想，这就是要看我们怎么做，那民众怎么买单。可是我觉得拉回来就是说，今天身为一个台湾两党政治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的时候，国民党已经摆出这样的态度了。民进党如果说还要去暧昧、模糊不清，或是说礼让到最后柯文哲的话，其实民众真的会看在眼里，会觉得是说民进党不够有这个负责任的态度。OK， 伟汉，这个嘉庆最后就做回应了哈，这个孟凯炮火非常猛烈的哈，这边有一篇这个新闻报道，这伟汉你也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说民进党英系的立委陈明文哈，这阿文管定了哈，所创立的台湾世代智库，昨天在2月14号左右哈，恰巧公布一份民调，又有名嘴爆料啊，就说选对会的成员透露，民进党台北市长人选手中握有黑马，并非吕秀莲，也不是姚文智，且没有担任过县市长。据判断，这份民调，民进党警告柯文哲的意味浓厚了哈。按照您的判断，你认为最后还是会跟他合作，但是合作之前，这种警告还是不断。你认为民进党在警告柯P哪些事情啊？你认为要警告他什么？我们台湾人常常讲哈，你的胸中脑亏无套哈，你代志就被刷。一点爱和轨道。现在民进党的这些中阶、高阶，不管是民代或者是党职的官员，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些轨给掏掉。OK， 什么轨？我刚刚讲了嘛，深绿的民众，他非常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一个当时我们这么力挺，把他挺到赢了连胜文25万，在台北市拿85万的柯P柯文哲，居然跑到上海去讲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内心就是好。非常的没有办法接受了哈，那所以他一定就是在台北市的主要的议员每次去跑团或是里长的时候，很多的民众你去听，他就想说，你们如果不推人，民进党哪不被杀狼就盖出来哈，我绝对连民进党拢不爱算，议员上面有拢不爱算呐，因为我干嘛讲这不这不没有担当嘛哈，哎，这不你安尼安尼我都交代，但是问题为什么嘉庆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讲，就是最后怎么样的结果还不确定，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一些情绪都抛开，对民进党来讲。如果真的推了一个无法当选的候选人，他对民进党的后续的执政以及整个局来讲都是不好的，包括市议员的局，没有错。你知道吗？台北市如果说我今天放给柯P，眼看柯P他的确是有非常高的连任机会，为什么？刚刚讲是同一件事情，柯文哲也想得很清楚了。台北市是蓝军铁板一块，这也是国民党要去面对的问题。当他已经到了上海讲了两岸一家亲跟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时候，中间的选民跟浅蓝的。跟大陆有远远，甚至是希望两岸是不是能够更和谐，更甚至走向统一的这些台北市民，他对柯P的那个恶感就会降低，他会觉得说我也没什么理由非要不选他，要选给国民党的不可。他做的也不错啊，两岸的双城论坛今年7月还有一次，办不办现在还不确定。柯P是在这几年，因为蔡总统他非常坚持九二共识不存在，所以不肯讲的情况之下，两岸都已经到冰点。陆客也不来，然后贸易都已经整个停顿的情况之下，唯一一个到上海去，而且做了这样宣誓人，所以不要小看柯文哲在台北市吸到浅蓝选票的能力。Okay. 而这一点他也赌了。柯文哲他是个医师，他每次看到的重症病患送来的时候，他最后选择用什么方法救，怎么样？我现在是开刀用药还是直接手术？他就找到最有效的方法，他发现这个是他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因为对民进党来讲，你派一个人出来跟我选没有意义嘛？除非说你就是硬要选。如果你要跟我做民调，我也 OK 啊。你今天民进党不管姚文智或者我们讲黑马顾立雄也好，或者是郑丽君也好，徐国勇也好，你拿出来跟柯文哲做民调嘛，最后还是不会赢，所以柯文哲还是可以理所当然去吃绿的中间跟浅蓝这一大块。他还是很有一面的。以目前好像美丽岛这个电子报这个吴子嘉董事长最新的民调啊，他这个台湾的所谓政治人物的声望调查的话，第一名柯文哲，第二名赖清德院长，第三名朱立伦市长，第四名才是蔡英文总统了啊。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哈，你观察这么多，包括小平这些政治人物，那过去跑到新闻了哈。我们过去常讲就是说 B 级美食，这我弟弟啊，我们家弟弟很喜欢看哆啦 A 梦。他说：“我看到哆啦 A 梦讲一句话很有道，他说 ‘B 级美食是指一直在身边却经常被忽略的食物。你每天都吃它，但是你总觉得不是
不是很特殊的美味，常常忘了它真正对你生存有90%-80%的什么最基本的贡献。我们常常是只想看那个什么10%的那个最上面的那个加什么料的部分。OK， 从个角度来看，你觉得国民党这次的候选人，我个人的评论，我曾经公开在脸书写过，我认为蒋万安不适合选台北市市长。好、哦，我认为说蒋万安不选，国民党才学会怎么选台北市市长，不要再迷恋那个青春一朵花、三朵花那个。好、哦，真正的这个 B 级美食给我端出来。我们常以前问过很多担任过县市长的来宾，不管国民党、民进党，我们都问过，你的施政内容是追求里程碑式的建设，还是什么青草地式的建设？青草地式的建设，一片青草如茵，大人小孩在这边很安全无虞的发展你自己。你说的是苏贞昌吗？没有，我讲我已经、哦、我们常讲的、哦，你到底要选哪一种东西的？那我看你看，你看目前这几位哈，就这样的丁老师哦，当然他是前辈，那就像小平啊、大千啊、张显耀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 B 级美食呢？文章哥讲的这个就是有道理，而且还有哲理哦。B 级的美食，你其实常常去食用。而且你其实也需要，非常依赖他，但是你会忽略。我们台湾的选举选到现在哦，那总统已经选了20年，台湾的民众都在等 A 级的大餐，可是 A 级大餐它不见得适合你，包含了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你其实不要去追寻那个 A 级的大餐，因为你去 A 级大餐，你吃到的这个东西对你身体不见得好。其实以台北市来讲，我现在就用个简单例子来讲，大家可能都懂哦，可能台北市的选民。因为他不是钟小平，他也不是丁守中，是我你选不选上跟我没关，我就是个选民。他们可能在期待周美琴，他们觉得周美琴会不会是所谓的 A 级，因为又是前总统夫人，然后又怎么样的？但问题是，周美琴第一个他不会选的，是第二个周美琴也不见得能当好台北市的这个市政，他也不能当好台北市长。小平哥他在台北市议员这么多年了，我采访他都20年了，他对台北市政绝对是非常娴熟的。丁守中是台北市的立委，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因为我长期跑国民党的新闻，但我不是国民党员，我也不会去告诉我的读者或是观众朋友讲说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台湾的选举就大家去做决定，那你在评判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你有时候你去期待那个人他未必是最好的。我们把时间倒回去看，现在是蔡英文，之前是马英九，在前面是陈水扁，都是非常期待高的上台之后，他在当总统的期间其实都越来越让大家不满意。会不会是选民自己也有问题？ Okay， 大家都太期待我要选民自己有問題，我自己要他怎么样？就是一个市长，我们就找一个会当市长的人。你为什么要市长要像金城武那么帅？要像什么林俊杰那么会唱歌 ？OK， 要像王建民会打球，还会跳抖肩舞，对不对？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台湾的选民总是要求政治人物要像你心中的那样的？ Okay， 他就是他，他能做好他的工作，把政治的事情做好协调，建设上轨道去走。这才是应该的。我最后常讲 B 级美食哈、啊，那这个嘉青回应刚才这个年轻后辈发言人对你出了重手之前，我补一个这个网络上常听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也引用过。有些遗憾就像抢到了麦克风才发现自己不会唱这一首歌了哈。我们学到的教训还蛮多的，来嘉青回应。哎，只有一句话哈，对，现在在电视机前面或者在手机上面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来说，不管你是年轻的，是，或者是你是资深公民，总之，一个县市首长提名不提名，跟一个党的所谓基本价值信念有什么关系 ？OK， 请说。我过去就曾经有太多县市没提名的经验了嘛。我民进党从一开始成立到现在，我有曾经太多县市没有提名的经验在。对我们来说，首都重点在于首都跟其他这个概念，就是在于我们永远用台北看天下。是我很遗憾哈，我每天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路段呢，它在从台北往下看的时候，只有看到林口，没有看到龟山。为什么呢？林口是属于新北市，龟山是属于桃园市。那为什么只有看到标示上写林口，没有写龟山呢？那会使得想要去龟山的人，因此忘记了从这个出口下去，而要走非常远的路到下一个路口再绕回来。这就是台北观点。所以我们如果看台湾，永远只从台北观点，我台北市不提名我就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逻辑的话，那置高雄于何处，置桃园台中于何处呢？这就是我要问国民党的，大家拼命的挤来台北市而放弃了高雄台中台南，还在搞阶级搞南北对立，借由你的回答主持人，这个跟阶级对立没有关系，信念，我谈的是中心思想，你谈南北你谈对立，那我也没办法了。我们在讲的是一个资源的分配，就像刚刚小平一开始说的，台北市贡献多少，但是对，没有错，公司通通设在台北市，会有邻避设施的
排放黑烟污水的通通在高雄、台南。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把这些重大的公共的国营事业或是公司，让他们都去设在中南部，请问一下，到时候收来的税金是谁来分配呢？是，所以我是觉得说，台北市民，那是自然聚落，经济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自然聚落的概念。你可以这样，曾经在台南，就是台湾的首都，第一大府就叫做台南府。对不对？我是觉得大家读历史哈，要把它读的。蒋介石来到台北，以台北蒋介石来台北，历史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为的结果。我同意，对，这跟你刚刚讲的刚好背道而驰，因为你刚刚说这是一个自然产生的，不，所有的事情都是人为的结果。一开始有多少的国家首都也有可能把它经济跟政治分离的做法，巴西就是一个哈，像土耳其就是一个。我今天在讲这个概念说。就台北来说，我觉得它负担已经过重了。Okay, 台北人不需要负担这么多，对，所以如果能够适度的把某些角色迁移到其他的城市去，对台北市是一种帮助，对其他城市也是一种帮助， okay, 彼此之间都会往上提升， 是一件好事啊。所以我是劝国民党的好朋友，尤其在我旁边这两位都是算年轻的，如果思考还停留在过去20年、30年的话，我很遗憾会有变种的国民党。来，我想补充，我补充一句哈，刚刚嘉琪姐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可能要小小的表示一下我对她的意见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任何政党。的确可以在任何的县市不提名，民进党没有义务一定要在台北市提名，不管他是不是首都。的确，但是他今天所讲的状况，江俊杰他故意有一个东西没有讲。但是问题是，现在的状况不是没有人要选，当这个政党已经有一个当过副总统的，对，已经有个当过副总统的人明确表态，上次就已经讲了，这次也已经表态，还有一个这个政党在这个地方的国会议员也已经要参选情况之下。这个政党还觉得说我不一定要提名，这就不对了。一个政党就是要取得政权，而且要执行我取得政权时候的承诺，是还要反映民意。民进党有很多的支持者，民进党支持者现在是怎么讲的？民进党的台北市的支持者是要自己推人啊，是这才是民意啊。所以我刚刚讲这三点，如果不推人的话，这三点完全没做到。你既不想要取得台北市的执政、okay. 你也不想在台北市遂行你的执政的理念。我们现在的时间点是还没有决定、不代表要或不要。Okay. 就像一个谈判一样，我们今天要加入 WTO， 我们要加入 TPP、okay.不是都有很长的谈判过程吗？这谈判过程一定要到最后，我一直讲春暖花开，适当的时间来提名才是最好的结果。OK， 好，那我们继续啊，就是伟汉，你怎么看呢、这蓝绿两党都要把这个首都，不管它守住要拿回来，都有非常高的政治战略意义跟价值存在，可是都共同面临叫柯文哲的障碍了哈。柯文哲障碍源自于很多因素啦，我们不讨论，但是以现阶段来看。他的民调说真的还居高不下，而且这个人很特殊，真的是二眉妖，西贵啊，本个背起来，真的，你像那个四大运前的柯文哲，那民调是稀烂的，搞得又起来，前一阵子不好，最近又起来，很奇怪。您的观察？柯文哲这几天呢，他很认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台北灯节。是，今年台北灯节到了元宵，过几天之后呢，他会是一个指标。如果说台北灯节能够办好，应该说是这样讲哈，在柯文哲他跟民进党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我上一些节目会写的文章就有讲，市大运是一个指标，就前一个就是期中考啦，市大运是一个指标，如果市大运没有砸锅，柯文哲就非常可能连任市大运，然后还有五大案如果能够收尾，那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快到期末考前的小考。就是台北灯节，台北灯节如果又能够造成一些人气，台北市的市民都会期待这个市长在做。在台湾所有的连任的这些有行政资源的首长，他基本上连任几率本来就是大的，他的平均值是高于50%的。Okay, 的确，寻求连任者本来就有优势，再加上现在出现了蓝绿跟白这三个不同势力的一个矛盾的角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柯文哲更占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战略位置，他是现任市长。而且呢，他又拥有年轻人的支持。刚刚小兵哥不服气，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支持？可是他的这个另类，他的确就是网络上也好，或者3岁以下也好，不止台北市，在其他的县市都有。再加上我刚刚讲的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也很比较不好意思委婉讲，是民进党的确是到现在为止，你不敢100%讲说我一定推人，因为他有很多的战略的考量。这就是柯文哲能够最好抓到这个战略位置，他已经抢到了年轻跟中间，还有浅绿跟浅蓝的选票了。柯妈妈说：“阮囡仔，阮后生足高义的啦，伊绝对袂出来甲总统抢总统这位啦。啊，不是已经示好了吗？您的观察，柯妈妈讲话是有代表性的、甚至我觉得比陈佩琪医师更能够传达
这个市长里面的心声、心来为。我的观察，您认为呢？好，我这吴嘉哥问的，我就再讲多一点哈。大家都在讲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判断？就是民进党不会，我也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讲的太深入。是，请说。柯文哲跟蔡英文的关系在两个礼拜之前有了重大的改变。是。那在那个改变之后呢，蔡总统去上了郑鸿仪的节目，是讲到了只要他能够表示多表述他的台湾价值，那是在见面之后的第二天，他去上了一个专访。是。所以那个时候就表示说，柯文哲跟蔡英文的关系其实一直都非常的淡如水，两个人没有深交，可是他们的关系却是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台北市长，是非常敏感，而且可能有竞逐关系的，说不定你来选。所以柯文哲在几个好朋友跟幕僚最后的劝告之下，他决定主动去跟蔡英文示好，去告诉他说我愿意不要跟你关系这么紧张。而之后蔡英文也讲那样的话，所以我才会判断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柯文哲的2020这一局，除非他落选，我不会去跟你讲，我不可能说我选上台北市长，才短短的11个月、12个月，对对对，假挖来个矿挖挖的，所以他就跟蔡英文承诺这一点，但是也希望蔡英文在这一局不要挡他。那我的判断是，既然一个还没有办法100%知道说我的2020会是怎样，因为可能民调高高低低，是你何必去制造一个所谓的不安的因素来让我的2020？ 所以是今天刚刚嘉欣也讲了，民进党的新北、台北市艰困选区。也不是比民调，也不是看谁的意见大，是主席决定，所以主席就是那个最不想让柯文哲出来的人。OK， 如果以这个说台湾价值这个论述，说要听听这个市长的台湾价值是跟民党台湾价值一样，有一个矛盾，民党先解释。我们过去在双城论坛，我就提出来挑战哦。两岸一家亲是宋楚瑜的招牌政治主张，是他亲口传授给柯文哲，我负责，这我话说了算。OK， 那么两岸一家亲的宋楚瑜。蔡总统可以作为他的特命全权大使参加 APEC 的什么高峰会议，两岸一家亲宋楚瑜 SIK 邓海公辛苦了，圆满了。两岸一家亲的柯文哲去双城论坛，公公邓海公把你打成红的哦，还是病菌哦，那个酸的什么过期的牛奶，那个王世坚骂他，同样一个两岸一家亲，不同的嘴巴讲出来啊，为什么这么大的落差？这个民党未来除了你表面上不声张之外，你的本质总路线到底是民进党往白色靠，还是白色被你民进党收编了？这个我们也都要再观察了。小明兄，您的政治观察也是非常敏感的。我最近知道很多人打柯P打得非常上手，通告都满满，像这个某位女士啊，还有某位教授等等，我自己有在我脸书写一个短评，多数或你写成少数也没关系，少数批评柯文哲的人是因为柯文哲不够绿，还是批评的人你已经不白了呢？您的观察是不够绿还是不白？一定要先谈台湾价值，就是蔡英文丢出这个风向球，什么叫台湾价值？可以各自解读。像我的台湾价值就是一中，就是中华民国，是我是中华民国派，我、okay. 是国民党、那可是民进党的台湾价值就是台湾优先，跟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问的是意识形态，柯文哲很不要脸就闪躲，谈到别人，不要扯到台北价值。好，那重点回到什么呢？你今天刚刚主持人谈的 APEC 宋楚瑜去，是那个就算，宋楚瑜没有那么大咖。可是重点是柯文哲你怎么处理他？柯文哲嘴巴里面不谈台民所谓民进党的台湾价值，我要让你嘛，我要把姚文智不准选，你去选，要契合嘛。夫妻睡在同床异梦多痛苦，而且这一次我认为蔡英文是会被柯妈妈诓了跟骗了。为什么呢？今天我是柯文哲，我不是傻瓜，柯文哲是个聪明人。我只要连任的话，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讲两岸一家亲，那我就连任，你非让我不可嘛？啊，那可重点是他就是要选总统，只要讲两岸一家亲，他要讲伟汉讲的鸿鹄之志，当然嘛，他要去让蓝军的票跟他是和在一起，他可以拿嘛？这个心思就是要选司马，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重点是什么？今天你要防，先不谈国民党让不让怎样，先谈国民党赢不赢台北市。重点是你想连任的话，我现在会谈到蔡英文的利益哦。第一个，理念上你就不该提他，要自己姚文智自己出来选。第二，他这个人如果让他落选的话，他才没有办法选总统。他选你蓝绿都夹击，三组蓝，那还更麻烦嘞。如果两组都蓝绿被他打败，哦，他这个声望如日中天，那是九条牛都拦不住的，他选总统 okay, 所以才是最可怕，把他解决掉。所以对，所以他现在那他今天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我承认的台湾价值就跟蔡英文唱和的话，那蓝军的票会跑光光。所谓的物质不灭定律，意识形态亦然。他今天跟民进党不好，就拿一些蓝的票；他跟民进党好，蓝的票就撤退。对，所以这是可以挪移的。Okay. 所以他的总，我大胆的估计，只要蓝绿都归队，
姚文智选对有30%了。OK， 基本盘绝对有绝对有30%开出来的比例啦。是，我认为柯文哲选到第三名。OK， 我选到第三名。我们最后时间大概剩15秒钟，那就。伟汉，我补充一下哈，刚刚小明哥讲的，如果说民进党的台北市长的参选人他的票可以比柯文哲还多的话，那柯文哲就是彻底失败，他2020就没有。是，对。但问题是以现在的各项民调，所以民进党到现在对，所以民进党现在还在考虑说，如果说柯文哲最后只剩10几%的，那可以一次把他歼灭，连2020他都没有资格选，就会歼灭他。但是现在看起来各项民调其实两党都在做， okay， 还有两党以外的柯文哲他基本上不会输给民进党的，那个他不会是搅局者， okay， 他不会是那一个，对，他只会。不好意思，十秒钟结论，潘姐，时间控制不是很好。2018我们都希望每个政党都推出自己的人选，因为唯有政党政治，政治政治才是负责任的政治，而这样的一个目标跟局面，才是我想2300万人共同希望看到的。嘉青，准备有拍摄。2018，祝福大家新年旺旺旺。OK， 非常好的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语我引一下这个 Apple 的执行长库克，他说我最欣赏林肯的一句名言，说我会做好准备，直到我的时代来临。要请问政治人物，有志于首都市长的，你准备好了吗？更重要的是伟汉讲的，选民，你准备好选哪一样的市长呢？我是编辑天空，是我家云南最前线，明天同时间云南再见，谢谢四位，谢谢。